我们花了5天4夜，我们都喜欢海边活动，所以我们在海边，我就只有一个头纱，然后简单的白洋装，站在原住民的船上，然后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拍。哇，好浪漫。那反正这些照片没有放在我们的床头，我放在床边的是我跟我先生好几百次视讯的截图。那张大张图远远看是我们两个牵手，然后影子在映在公园草地上的样子。哦，他的仪式感还蛮足的。我感觉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都被依晨一个人干完。因为大家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非常有仪式感的拍照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的拍照可以让两个人会更加的紧密，比如婚纱照，对吧？依晨，当时你拍婚纱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？超有仪式感，我们花了5天4夜。哦，我们都喜欢海边活动，所以我们在海边，我就只有一个头纱，然后简单的白洋装，站在原住民的船上，然后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拍。哇，好浪漫！要记得发群里。大家想不想进到我们的群里啊？可反正这些照片没有放在我们的床头，我放在床边的是我跟我先生好几百次视讯的截图。哇，好浪漫。然后那张大张图远远看是我们两个牵手，然后影子在映在公园草地上的样子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他的仪式感还蛮足的。这个太好了。我得弄一个，我就喜欢这种浪漫。依晨，有没有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约会经历？有，潜水约会。其实有些潜水的点，它就像海里的峡谷，基本上洋流都非常强，所以你会很快速的被洋流带着走。可是对方就紧紧牵住你的手，就是用肢体语言。放心有我，在一种极端感觉危险的环境，可是有一个人笃定地牵着你，又不用任何语言，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。我感觉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都被依晨一个人干完。真的，你好会呀、啊！你帮帮旭哥嘛，给你多出点主意。私下补习一下，没有什么。